好啦，好啦，反正浮水的事你们都知道嘛。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把我房间里面水全部都放一堆浮水，然后那浮水喝起来有够苦的。然后我去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，都当做没有。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讲，毕竟他还是我爸。嘴巴。拜托，不要偷鸡摸狗干这种事情。你有种，你好歹，你直接跟我说嘛。昨天怎么跟妈妈和解？她有看到你直播吗？应该有吧。她有敢说她很难过。没有，我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，我只讲话有点直接而已。所以她有跟你道歉，或者说她就有误解？我也没有希望她跟我道歉。希望是希望没有错，但我还是爱他。我就说过了，现在没有人可以两个聊我，我爸不行，我妈不行，我也不行。我是一个从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回来的人，所有该体验的东西我都体验过了，最好的生活、最烂的生活、地狱的环境都体验过了。所以，台湾没什么好怕的。所谓的很恐怖的生活是指什么意思？下蛊啊，那个是真的啊，各位，你不会想体验的吗？会让你疯掉的。但是我没疯，我活就回来了。会希望他们这两个和好。那我觉得我妈开心就好，这样。我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我觉得蛮 bullshit 的事情，这样，所以我真的对我爸蛮无言的。而且他是那种哦，我问他，他还会不承认的那种样，所以，唉。例如什么事情？例如偷偷把我的。好啦，好啦，反正浮水的事你们都知道嘛。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把我房间里面水全部都放一堆浮水，然后那浮水喝起来有够苦的。然后我去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，都当作没有。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讲，毕竟他还是我爸。嘴巴。拜托，不要偷鸡摸狗干这种事情。你有种，你好歹，你直接跟我说嘛。对，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是有跟谁一起去？那后来他们怎么跟你分开？没有后来联络你？不告诉你。你那些网友是有在网络上骂你什么，让你今天才会想来？他们是有说的什么？没有啊，只是我给大家一个机会而已。我其实给不了啊，我说过了，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我开心，我现在有我很喜欢的工作，我每天也很认真训练，认真社交，周末只想好好放松一下，跟我爸跟我妈讲说，拜托不要再引起更多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了。结果呢，逛回家逛到一半啊，酸左被吓果了。Why？ 为什么吗？我也不是已经跟你说很多次了，接下来就蹦蹦蹦蹦蹦蹦蹦，然后就爆了一大堆东西。所以他没有带你去北投的那间公庙？没有，当然不去了。乌来的那里。其实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只是信的不是台湾的佛教而已。那怎么会有乌来的这个庙的事情？当然要骗你们啊，不然又不是我说的。请问以后你们要问事主还是问事主的爸妈？那你要再等网友还是要等？ちょっと待てね。一万七千五百十五十の。定め神様と来年の踊り。そして早く、何よりも早く。栄光の縁側の駆け抜け。
今の日本語は結構上手よ。俺なぜわからない。戦いの技術は最強だ。まだ修行だ、修行の時間だ。Chill.